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经啊！我是老头 Oldman， 耶、yeah, ！我们回来这个普罗米修斯的水晶岛了哈。然后你看到我的手被切成一半了，好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重新装一下装备，它就会变回来了。啊，真的是吓死人了！哦，就还是一样，算了，我就当个分裂果实的能力者吧。啊，那个小丑八起了嘛。好吧，为什么今天会回来这个地方呢？啊，因为普罗米修斯又更新了，所以说老头想说，更新了一些小小的内容，想说拿出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很奇怪的是，不知道为什么老头一登上来，我说我数值全部初始化，然后之后我的属性又要重点，还真的还蛮麻烦的，好不好？那到底多了些什么东西呢？好，我先去一下工作台看一下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工作台。有没有多什么新东西啊？这个我知道啦，这个是那个能量碎片，是毒系的，然后它是有麻醉效果的，然后多了一把麻醉的能量枪。在哪里啊？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是用不到啦，好不好？我个人认为我是用不到啦。啊，真心觉得我是用不到啦。啊，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可是我现在后来才发现。我忘记装 Super 麻醉枪了， Super 麻醉枪不见了，好吧，那既然 Super 麻醉枪不见了，我觉得我还是加减好了，好不好？加减做一把出来好了。不对啊，那还要的能量，我也没有麻醉药罐啊，做出来又不能用，尴尬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去驯服那家伙啊？我觉得我应该先重开一下，把我的这个麻醉枪给弄出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好意思各位，稍等一下 ，OK， 啊，咱们的 Super 麻醉枪已经入手了哈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开始之前呢，先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就是异变这款游戏呢，可能会比较慢出啊，先跟各位讲，因为毕竟它没有办法像一般方舟的那种方式去探索的。需要花更大量的时间啊，才有办法就是获得一些资讯。不过呢，每一只恐龙我都会尝试抓看看啊，包括去遇那个最终的 BOSS 也是啊。所以说呢，各位不用担心，但是会出比较慢一点，好不好？那可能就变成说一个礼拜两部，或者是一个礼拜三部吧。不过在这期间的话呢，我也会尝试就是啊。拍这个原本方舟的内容啊，如果有的话啦，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基本上呢，官方呢不是官方，普罗米官方啊、是普罗米官方，普罗米官方多了四只野人 NPC 啊，其实还有一只 BOSS 野人，但是那只 BOSS 野人，我想说之后再把它弄出来好了，因为现在我觉得这四只野人就够我们玩了，好不好？那他是在野外去驯服的。驯服的方式好像是吃熟肉吧？那它总共分别，我看一下有几只哦，总共分别有四只嘛，刚刚讲过了。第一只是榴弹，投弹手；第二只是魔法师；第三只是射手；第四只是火炬手，好不好？我就觉得这名字取得有点像是当兵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来第一个。我们来直接用指令召唤出来，懒得去遇了、好不好？时间宝贵哈。第一个投弹手，我们来看一下投弹手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等一下，出来长那么可爱，妖修哦，出来这么的卡哇伊。然后结果一直不断的攻击我，你好意思？然后他好像是吃熟肉是不是？睡觉还打呼，看你睡得这么的甜，只有脸蛋可以，身材我不行啊，这个腿太粗了吧？他穿的好像是那叫什么来着的？那个甲壳装，他穿的是甲壳装啊、我们把熟肉丢给他。有了一个就够了吧？有了，起来了。据说他们还能穿装备呢。哇，这个血是65000啊！他眼神死好像要杀了我那种感觉。耐力就有5800这么高啊！长跑手是吧？他可不可以起啊？头部他不能起
还可以给他装装备哦。印象中他说可以给他装装备是吧？来来，我们帮他装一下泰克装。哎，可是装上去完全没有 skin 出来啊！说好的 skin 呢？他没有头盔的装备了，他在游泳。鱼啊鱼啊，水中游，游来游去乐游。哦哦哦哦，胸部好像会晃哦。可是你看起来好恐怖哦。给你戴一下头盔好了。头盔，因为我们才刚拿了一种头盔，我不见了，在这里。哈哈哈！太烂了吧！你罩，你最起码你连那个罩也全部要戴上去吧？你就直接这样子一个脸往前塞，好吧？已经有装备了，跟着我。哎、欸，你是不会攻击哦？有有有，炸一下1400啊？好吧，我不能骑你啊。其实如果可以，我也蛮想骑你的啊，但是好像没办法骑，那就算了。好吧，我们来看下一支好了，这支先放在旁边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一下我们的麻醉枪，我们继续。第二支的话呢是普罗米魔法师啊，会放 magic 的魔法，魔法，立马先让你睡了，我管你会不会放什么魔法呢？啊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我必须先让你晕倒。好，起来吧，啊。当你睡醒之后呢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干，你也太丑了吧！你这鼻子是整形失败才这样子吗？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？你这是整形失败啊？有点太宽了哦。Magic， 好吧，我就不给他穿装备了，因为我觉得给他穿装备浪费时间。不如这样好了，魔法师对魔法师如何？看鹿死谁手嘛，好不好？打啦！哇！帮忙啊！电他电他！炸啦炸啦炸啦！有了有了，我们战力越来越强了！呜呼！打爆啦！我什么都看不见的、啊，他在射我啊！准准准！好像施展什么？那什么什么？哈哈哈！完了，我什么都看不清楚啊！啊，掉的东西其实还行啊，好不好？弄到我都肚子饿了。然后施展那个七龙珠里面有一招叫什么？什么什么开口？那个什么啊？我突然忘记了。烈光炮还是什么的？哈哈，也超屌的。哎呀，这地上黏糊糊的，他喷的是石油还是屎啊？唰，青山啊呢？妖许，我要把它吃了。不要哦，你先去睡，你先好好睡一觉吧。OK， 我怕我们按错，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支啊、哦。第三支是普罗米射手，好的。啊，先准备一下。哎，我假，嘿嘿嘿嘿，看来太丑了吧？这个是虎克船长啊、哦。虎克船长怎么现在工作变得这么的啊、哦，这么的繁杂呢？看你堂堂一个船长，居然当射手，没关系，来，来你来，来你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都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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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炸，攻击他，射他射他，空气炮，哦哦，这个很能射，哇，着火箭矢，他是被炸了还是被着火？哎呀，射到我了，靠背。射我会麻醉中毒啊！打他打他，你打错人了！哦哦哦哦哦！赢了赢了赢了，妥了妥了妥了！那、嗯啊，嘿嘿，好好笑、啊，掉什么？哦，掉这个不需要，看会让我中毒耶、欸！这么丢啊！虎克船长，你看起来超虎克的。哎，这是可以成立一个方舟新 F 4团体啦、啊。陪你去看流星雨，我落在你手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还站一排这样子。哦，那我觉得我应该先把你的头给拉下来啊。安尼开好看啦，
啊，你的身材比例也太不平均了吧？你是要吓死谁？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来看最后一只啊，最后一只叫做普罗米火炬手啊，火炬手，好的，应该就是拿火把的啦，叫火炬手嘛。来，啊，来不及啊，不要，月月的脸，哎，Doggy， 你哪在家 ？Doggy，Hello Doggy。Doggy， 不要睡了，起来了，好吗 ？Doggy， 你的下巴插了一支针，还活着吗？你不要用那种表情看我 ，Doggy， 就跟你说不能吃肉了。怎样？你现在是想要揍我是不是？啊？算了，看在我要演示的份上，阿姨奈困起啊？哎、欸，他怎么睡着了？完了，我有没有解麻醉的、啊？我好像没有解麻醉的东西、欸。你到底要哪时候才起来啊？我们这边没有可以让他瞬间醒来的东西吗？对，也是没有。白果可以吧？白果扣是在扣几点的、啊？有扣跟没扣一样。表示难过了。这只原本是什么魔法师？是不是他可能是魔法用力过度，直接睡着了？那我们不理他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来一场大战，好不好？三打四，哈哈，三打四时间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我们回来了啊！看见这个四只我创造出来的有没有？准备要比拼了啊！全部都一脸凶神恶煞的表情，你看这个一副要把他杀了。啊，这个姨父呢也是要把他杀了啊！这个姨父呢，就是觉得自己头很大，然后有点想要怯场离开了。然后这个呢，没有肉，他就非常的不开心啊！你看，我不管什么角度，感觉他就在看我哦、啊。你不觉得这很恐怖吗？有点吓人啊，好不好？那既然那只 Magic 在睡觉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啊，用我们所剩的三只来跟他们敲一下。来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呀！鹿死谁手？哇！有了！哎、欸，我们这边才炸死的哦，我们是不是死了一个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死哦，被围死了！哇！哇！哎、欸，说这还蛮强的，我觉得是还蛮强的啦。尤其是那个手榴弹的连续伤害，我觉得还蛮够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咱们那个普罗米新更新的东西啊。不过还有一只 boss 我还没介绍啊，我觉得应该这个 boss 应该等他下一集，如果多了其他新东西，顺便一并介绍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觉得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了啊。今天的内容其实也没有很多啦，大概就是这四只而已，好不好？那不管你们喜欢或不喜欢啊，一样记得帮我分享影片。啊，左下角按个赞啊，以及按下订阅啊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在下面留言啊，然后你看他睡觉这个腿，我觉得可以，还蛮赞的。啊嘶！啊，好啦，这是题外话，好吧？那么我们下一集呢？啊，普罗米修斯的那个模组介绍，再见了，拜拜。